大家好，我是农村上大金老，几个这会儿洗洗衣服上轿，然后行行也生意的。我今天给钱打个电话，家领个俩孩子回来玩一天，正好给行行一家人给行行过个生日。洗洗好长时间没回来了，后面上轿还要，洗洗给我带点吃的。今上几个老上了，咱腻着脚，把这热锅点早点，把馅儿弄好的。哎，娘，我去院割点韭菜了啊！哦，我把肉绞好了。回来养菜了。哦。哎呦喂，割点韭菜。这韭菜摘了呗。这实在那堆儿嘞。摘摘吧，这个把肉绞好了，光地方摘摘了，把血调调再说吧。哎，好好，两周了，这才是。我刚打电话，不知道我突然间刚打出家回来了，行吗？你爷家回来呗？跟不愿意，家洗衣服的，回来也是人呢。没有那那一老子睡了，没人一老家做不到大的，跟不愿意来的。剩的这韭菜了得炒俩鸡蛋，你两碗素饺，谁愿吃素的素的，愿吃肉的吃肉的。几个在院里捏脚的，几个这天暖和，看看你给我干的挺好。摘了脖子吧，厚了不好吃。啊，我是说弄出来呀，皮儿薄，血儿大。哎，看咱这人还不赖哎。你找你家来吧，这不是脚还没捏的，刚开始捏的。捏就是这样捏，加上这病了又大，哎呦多。街上我捏着脚，这皮薄，个儿大，里头血多。咱不会比脚，光会捏。大小都中，大的小的都摘，摘了有啥大的小的？我这不认识。你喜欢吃吗？我喜欢。好好，你喜欢吃吗？不喜欢吃。这上是什么呀？这个蝴蝶。真棒，它就是两个蝴蝶。小猪猪。哦，还有佩奇，是不是小猪猪？这是一个，这一个呀，这个。啊，来了。
不错。要甜点吧，弟。嗯。要甜点吧。嗯。哎呀，反正是。太大，吃不了，感觉一天。今天你这脚跟可大了，你没来的时候，俺在医院你哪可大。大了，包菜多。嗯。你俩就吃多吃点啊，嘻嘻哈哈。哈哈，哈哈，生日快乐！对呀，生日都给谁祝的？生日快乐！哈哈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吃吧，好吃呗，好吃，好吃呗。我吃啥都好吃。俩妈吃的他们几代腰。对，好，没过一脚，对。嗯，那素椒也挺好吃。素椒好吃。嗯，我真啥都有椒好吃。嗯。好吃呗，好吃。哎，你喝药？辣椒也吃呗，一两。辣椒。我不知道。人家是不是往你家走嘞？跟着下去嘞。哎呀，这个外边电视剧，因为叫黑夜上来。那还有点生理力，一会儿得先上来了，走吧。没事，别管他嘞，不用忙嘞，没顾得管。忘嘞，吃饭把一个人给拉嘞。说家里人太多嘞。